夏小姐，这是你委托我们老板查的东西，有些事情还没查出来，后续我们会继续调查。 果然如此，蒋风言为了欺骗我，还真是绞尽脑汁儿啊！我念好您的快递。嗯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亲爱的，你送的香水我好喜欢啊。 香水，香薇，你故意整我呢？我怎么舍得整我唯一的妹妹呢？那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听说，从狐狸身上提取的香味很特别，所以专门做了一瓶送给你。 我告诉你，风爷已经不爱你了，你不要横在我们中间，像个跳梁小丑一样。火气这么大呀！我都以为插座别人感情的人是我了。他爱不爱我不好说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一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爱你。风爷一定会为了我抛弃你。 我劝你识趣一点，趁早离开。以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但至少现在，他的结婚证上面写的还是我的名字。